和牛握寿司取代生鱼片，炙烧到五分熟，撒上盐巴调味。 牛夹肉双面煎到微焦，再倒入红酒炖煮，最后淋上松露酱汁。五星级饭店 buffet 新增和牛料理，从串烧、清汤到寿喜烧，七种吃法，用高档食材锁定老饕味。大家都想要尝鲜，我想要试试看。但是后续会不会再去光顾的话，就是它的那个品质需要那个考量。 来碗和牛炒饭，吃好料之余，也能吃饱。看准高端食材还没饱和，抢攻老饕尝鲜族，和牛大战饭店、餐厅互别苗头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